哎，你干嘛？你别他妈吓我呀！对啊，你 ADC 扛打你，ADC 被爆打，你不去线上，在这里给我晃。二级就抓中了。脑残的，给他扣到了，扣到了，可以杀，可以把他越了。本来我是准备走的，但是现在可以越了。他妈下路老惨了，这边下路，他肯定不敢上线，直接去刷野怪吧。他卡莎开摆了，怕是要，他不是要摆烂哦。他抓的两波跟我抓的两波收益不一样啊，兄弟们，对面打野抓两波，他没把我们队友抓爆，知道吧？就我抓两波，对面直接爆了，就他抓两波，真影响不大，其实。完了，去的这么快吗？这个打不了，对面多个人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他就反我个蓝 buff， 就不反了。看能不能把他收了。闪现差点距离就很难受。来去上路看能不能捡一下残血啊！他其实往侧边闪是不是好一点的？这个打不动啊！我靠，两枪掉一格血，他五个血，五个血我得打十枪！我操，十枪啊！回家吧。这卡莎还有心态在玩啊，这不给队友上压力。这个人应该是会上的，跟一下。差一点，可惜。先打个蛤蟆吧。
好，可以去下路的，上路朝中控的，啊，小心一点吧，下路，不要给对面机会，不要给对面机会。放松，伙计。这个时候是我是打不过线上的人，这个时候尽量不要跟对面线上人对拼。两个人对线一个，也不是约塔，就推完线就走了。来来来，我卡了个视野，把他弄了，被打了，开扫描，坏了，大的被躲了。来来来，杀这个，这个赵信不好杀，他也大。坏了，我也不好杀了，直接走，直接走吧，不然打。掉线的一个是吧，快点，这把是稳赢的局，这把不出现大问题是稳赢的。这推线约塔是吧，赶紧过去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走这边吧，走这边，看到我的话，哎，打不过。那赵信这个时候这么猛啊，完全不是对手。完全打不过赵信啊，我捅上来就挂。我出竞技时机黑切了，我感觉这样出好赢。技能，直接技能空的，不过空的也好吧，这样我可以拿个助攻。真打不过赵信啊，兄弟们，赵信他装备差，我也打不过。赵信这一层单挑还是强，到了六级之后出来有一件成装的时候，单挑确实强。能秀着，一换二也行吧，不亏。妈，他们像他们这样打，就这把要输的，赢着死的。中期对面有点强，尽量避开对面吧，中期避开一下。尽量避开，不要跟对面打。剧中吧，走下面的话可能他会还会过来帮我，剧中跟队友一起打。
给他标记一下，这边有人，有人去抓他了。真觉得我不会抓你是吧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真觉得我不会抓你吗？来，这不把塔推了吧？我这点血量，兄弟们，这点血量不要去，该一个人过去啊！看不到对面赵信位置，不要一个人过去打信封。好，现在看到赵信的位置的，可以去打了。怕回去，怕去野区的时候被他蹲了，知道吧？我可没有忘。没事，可以拉扯，出完竞技时机加黑切可以拉扯，移速很快的。我给他的还不要、哦、这个打完的话下面被越塔的呀，不是说我建议不守这个塔，对面可能去的不止这两个人，我得把队友带过来才能守。这草丛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赵信，不过后面一个人啊，不怕。哇，炸了，炸了呀，这贾跃大招好猛啊，这个必胜一打一下就大过来，一打一下就大过来，操的，这上单推塔是真慢呐、啊、别人都转的都踢了几都大下来几次了，他到现在才推掉。再出设计者，第三件出设计者，兄弟们，第三件出设计者，这样出挺好的。哎，压不住这个赵信等级啊，兄弟们，他们这人英雄很快呀、啊，拿枪是拿枪刷也太慢了吗？根本压不住，好吧？我一直在刷，你们也看到了吧？这把我一直在刷，没停过。他一直在打，他很多时候没刷。但是我还是压不住他等级，压不住一点。你在干嘛？这边还有个阵营、哦、等我三件套之后打这个赵信应该就好打了。其实我现在就两件套已经差不多的，已经好打了，已经不难打了。三件套会更好打一些。这个位置不好打呀，
真的一个随便赢的局硬是被他们玩成这样，不是很理解。想反但是好像真反不了，只能反个小的。他指上来，巴不得你指上来好吧，这招性是没大的。一还上来，一个个的送是吧，哭的哇救爷爷。没赢过啊，那就推大吧。这个别推吧。啊，好像可以撞掉，撞不掉算了。但是稳一点不推好一些，万一死了呢，被扭了呢，是吧？被扭的话，死了的话，大都没了，那就亏到炸。不能一波打完，必须得拉扯的，必须得拉扯的。但是可能就是不好拉扯，因为谁被冲可能谁就没，就是不好拉扯。但是不好拉扯也得拉扯，因为我们这个阵容没有前排，必须得拉扯。这边做个眼啊，做个整眼就可以去反这个 F6 了。先去抓这边的人吧。这位置打不了，打不了。啊，这个。哎，他好像被打断的，铁被打断的。看卡莎位置，我要看到卡莎的位置。没打死吗？好像是没打到。来，我们两个打。这龙打人这么痛啊！我打不过，我操！不要跟队友站一起，闪现出去吧，先拉开，来让他们先去吃伤害，等别急啊，让他们先吃。来打大龙，打大龙，追不上，打大龙，兄弟们，他们三条龙的不妙，这个没抢到啊，走过去的时候，承接距离够的时候，他就龙已经没了。下波没闪现的，站位靠后一点。这个人在这里打野怪了，
能不能弄死他？走吧走吧，回家回家。感觉现在出鞋子，要么就水银鞋，要么就不出鞋子，要么就水银鞋，要么不出。这把为什么不出水银鞋啊？其实可以出水银鞋，我就感觉对面这把没什么伤害，对面 AP 没什么伤害，不过确实出水银鞋收益挺高的这把其实。四一啊，四一不要那个幺三幺，四一最好是中下或者中上，不要去上下。所以这波我们得这来这边站着，不能离队友太远。哇，这个皎月，这皎月太牛逼了吧！哇，一二闪，预判我们位置一二闪，太牛逼了这波皎月。我们这阵容还是不能站一起打，对面开人的太多了。皎月啊，赵信啊，胜啊，辅助啊，出的 ADC 都能开的，一定不能站在一起。能救他一下吧。好，这波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。他是急跑的是吧？追不上了，这个开急跑的。推塔吧，推塔吧。那现在也不双一了，先把塔推了。好，再去推一下。啊，不要走上面。啊，可以走上面也可以，但是不要走一起。小心这个脚印，不要被这个脚印拍了。不要站跟队友站一起，分开一点站。这个位置就要很小心的，这个位置很容易被砍。不要站一起。好，他们去守中路线的，赶紧推。不要站一起，不要往我这里跑，我操。走吧走吧，哇，你还敢一上去，状态都不好了，别打了，小龙。对面 ADC 和辅助脑犯错，这个时候的人是这样的，早上的人，凌晨的人容易犯病，就是过了三点吧，过了三四点吧，就容易犯病的。这波没什么钱，不回家了。现在回家要出装备的话，可以出个水银鞋。水银鞋这把就别换了，别换什么火炮，火炮真没真别换。哎呀，我操，上都被抓了。
通这么久吗？他们开人真的有点猛啊，还是出个水晶鞋吧，我要有水晶鞋这波肯定死不了，控得太久了，控制控得太久了，套子不用出，出个水晶鞋就好了，早就该出水晶鞋了，我一直没舍得钱出，其实出完那个竞技随机加黑鞋就该出水晶鞋的，一直没舍得出，主要是出那个鞋子的话就800块钱，那800块钱是没有伤害的。我坏了。红 buff 没拿到，不过对面打野死了，可以打大龙尝试。哎，这边有个人，打不过他，打不过呀，凭什么呀？我他妈4件半4件套，打不过3件套，不过大空的，但是大不空也打不过。闪现闪慢的，我们开着葫芦娃救爷爷了，一个个送。死这么快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死得太快了，这样打就要输的，这贾跃我真打不过。他们都犯的老多病了，他犯病，犯的好多病，这些人不停的在犯病，何止这一波啊，不然早赢了。哇，好肉啊，太肉了，我兄弟们打不动啊，夸张啊，他妈的都打不动啊，对面都好肉啊，普大专家也打不动的，
红 buff 是我的。别急，不让他们回去行吗？不让他们回去行吗？